的父母本来讲话，乡外两位苦了伊啊，苦了啊！朝廷改这乱权，随着我的行官自愿调职回归，暂时演的盘出事吵架，武将问题处置，要离开万英伟，在半中湖边荒马乱，苦灵无期，死在官军刀下之鬼。名门变成丢人清欢，在路边一带，我的一笔去干，我敢无皇天立柱，他无的心上，问我的理由，当情依阮，人心上，所以也要为做金主。一手栽培，在了不水色一带，继续文武机关所出战，文气以后，一代二代后路，两天我的也不完。今天在山中，这位二虎娘送神到位，再到两边再前飞出今日来，上好的机会，让我在半中路，这位二虎山中，现在准备山中来上大惊掉。两道你马路好，好好的。若万世比二爹高大不敌威哥，大队人马下山包围这位大将。
在别水坐里去，解救妞妞的性命就是了。